好久没有来桃园机场了。豪哥，哈哈，登机了，登机了，好开心哦！没有，他降量是台南机的降量。OK， 刷新。强啊！好，那边是海，这边是森林，你看，这是我很喜欢的那种都市森林的样貌。哇，我也懒得什么浇。标准的油面，然后是鱼杂。哇，味道好鲜哦！先吃原味。嗯。刚包了一台车，总共有120几公里，这边到那边是将近3个钟头的时间。金沙园生肉面，这个汤头一定很甜呐、啊。对对对，好棒哦！老板会中文的、啊。对对。对了，里面是鱼浆还绞肉那一些东西的、啊，老花鸡啊，有点像淡水阿给啦，高乎货。豆腐里面的都是，它豆腐是空的。生肉面，就是面做干的，然后汤另外弄，很棒的一种酱香味，不是酱油香，是酱香。嗯，好喝。我夹了猪肝跟瘦肉。哇，肉。神山国家公园，豪哥，我们走上去拍一下。对，就是这里，这样看到了吧？噔噔，三朵大到了，到了，豪哥走吧，上钩了，耶！各位，如果来到 Poling 这边，你最简单的就是路边这边，他们都会放这样的招牌，有没有看到？开的耶、yeah ，好漂亮哦！五宝豪哥，六瓶的细比细比哦。五啊，因为味道哦，那个风从这边过来，像肉焖到坏掉的那个味道。我最常讲的，跟猪肉摊的腥味非常非常的相似。现在可以看到里面很多苍蝇在飞哈，因为双翅目的苍蝇就是大王花很重要的虫媒。现在来到第三天。哦，这边也是啊，山峰很大颗，好加在手到顶，还有到顶。还是阿妈哦，这一颗你看，耶、yeah ，这一颗应该是第7到第8天，整颗已经变这个颜色，很棒，你要拍照一下。那边那个是花苞，这个是第10天的，然后旁边那个是标准的黑高丽菜。豪哥要拿着大王花在旁边拍照，所以跟老板经过很长时间的沟通，所以终于让我们进去了。豪哥完成了全台湾第一人拿着大王花金龟跟大王花拍照。噔噔，马币10块上面是大王花，
所以记得拿大王花跟大王花合照，不要忘记了。皇冠鹿角蕨，小小卷卷的，很可爱。然后这是它的孢子盘，孢子还没成熟，还蛮大一颗的。比较广义的垂枝石松，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、非常棒的 good timing。原本我们还担心会下大雨，但这次来真的运气很棒，就是知道这边有花开，然后来拍了。那也把大王花这样很棒的生态介绍给大家。我们再来去逛逛，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一起找下去，走。